我们沈老板可说了，景阳行里头刘爷最照顾他了，特意叮嘱我们不能怠慢了刘府，而且我还惦记着给大哥带吃食呢。哎呀，您瞧我这好福气哟！哎，来来，快请快请。哎呀，怎么才来啊？我都喝八百个回合了。哎，不用你脑搜，我在床边蹲着腿都麻了。赶紧走吧。 谁？你不是说运的茶叶吗？竟敢私运赤铁矿！沈老弟，我到底能不能行？